好，正式消息带你来看到国民党花莲县党部办理县市议员暨乡镇市长选举参选人提名登记的作业。现任花莲县副议长潘月霞是前往国民党玉里党部完成了领表，展现争取国民党内的提名，并表示他已经准备好要让玉里更好。国民党花莲县党部办理县市议员及乡镇市长选举参选人提名登记作业，现任花莲县副议长潘月霞前往国民党玉里镇党部完成领表，展现争取国民党内提名，等待蓄势待发。我希望我们玉里能够突破现况，然后我们一起全玉里镇能够大团结。将来月霞也希望能够做的是全民的镇长。我希望我们全玉里镇民，你们大家支持我，我绝对有那个信心能够把玉里带回更好更好的荣景。玉里镇长蔡秋龙因案无法叙事，现由江东城代理中。潘月霞积极营造地方团结，多年来勤走基层，累积丰厚的人脉，他希望能够突破现状，让玉里更好。很多很多的乡亲的期待，我不能再质疑了，我不能再退缩了，我一定要站在第一线，一定要找回我们玉里在更好更好的一个活力城市。尽管这次玉里镇长选举已经有多人表态，但人气居高不下的潘月霞在副议长任内表现受肯定，而支持者力挺他角逐镇长宝座，希望能够获得党部青睐，在激烈的选战中赢得胜选。记者高双双玉里镇采访报道。